谁来你家？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？我进去看呀。哎，你先。不是，你关门干啥呀？好，是我前男友。前男友跟你家干啥？这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是，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。真是犯贱。喂，你去哪儿了？你谁呀？喂，干啥？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我被车刮了。我被车刮了，你给我打电话干啥？你打120呗。说俺娘车撞了吗？是搁小区里面咋的？让滑板车撞了？我要不那么说，你能过来？耍我呗！哎，脚崴了。你瞧，哎，你叫你前男友啊？叫我干什么？他走了。是。哎，过来！我跟你说。不是你有事儿吗？你先过来。你要去医院，你自己叫120啊！你别叫我，听见吗？啥意思啊？逗我玩呢吗？谁让你平时总逗我？录音你听不出来，你自己傻归谁？来来，你给我来了。咋的了？疼。这回是真崴了吧？真该。来来来来。干啥呀？我这人挺小心眼的哈，骗我你再补偿一下，听见吗？